那年，老天爷要走了母亲的头发，他却说：“看着吧，我会一根一根要回来的。”上午六时，背负着祖国的期望，飞俊龙和聂海胜进入2005年。父亲过世十年，姚明打破迈克尔·乔丹保持的 NBA 全明星最高得票纪录，上证指数千点失守。我则陪母亲去了城隍庙，买了她的第一顶假发。你看，这顶怎么样？挺潮的。她说，早知道假发这样潮，这辈子就不会把钱花在发廊里了。妈，快点吧，他们要关门了。急什么？真是的。看着吧，我会好的。低台短暂冲高后面展开震荡下行走势，低台水平表现相对强势，起到一定作用。哎，你母亲进来吗？不用了，我听就行了。你母亲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强韧。音小一点，好吧？不听了，不听了，再听还是爹。你谢谢。那年，母亲得了骨癌，她拒绝听到这两个字。在医生宣判她已二期后，她最常说的就是：“看着吧，我会好的。”5块钱那么贵啊？6块钱见。4块。今天旱灾，现在快产量低。不是我的错，4块钱够了。不是你爱吃西凉花吗？瞎说，十字花科我不喜欢。哎，小姑娘要几个？给你便宜点，你过来。化疗后，她戴着假发展开新的人生。她说：“人不能一病了，连该有的战斗力都没了。”她的战斗力，连旁人都认输了。哎呦，2万！哇！哎呦，糊了！哎呦！哎呦，你碰他们家太好了，你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没事吧？这没经治好啊，和我一样认。一点都不好笑。哟，你都来几次了？你到底要去哪里呀？玉龙雪山。阿姨，这个再便宜一点吧。赔本卖是不可能的。小龙，哦，把外衣脱下来。好。脱下来。你属什么的？我属猪。跟我儿子差不多。这是进口绒，你试试吧。借你的，要爱惜点。这就是我的母亲，连温柔都带着强韧，也说不定正是这样，所以困境也怕她，绝不出现在她的人生里。2012年龙年了，儿子啊还没有女朋友，啥时候抱孙子啊？再等几年吧。老伴儿啊，催也没用，我还不能去陪你呢。看着吧，我会好的。